行政院长卓荣泰仔细听解说，对太阳能板相当感兴趣。周六南下台南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参访，要持续推动绿能产业。那时候赖总统还是行政院院长的时候，我就经常听他沙仑沙仑沙仑一直讲，沙仑只是一首歌，乱乱沙仑脏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已经看到他相当具备成为一个智慧绿能科学城的硬件设备。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近年来成为台湾绿能科技重镇，除了建立绿能开发之外，也投入不少永续设计理念，现在更带动群聚绿能产业链。上个礼拜是苏志峰来，这个礼拜是卓院长来，美国的亚马逊公司也宣布在两天前宣布要来台湾投资，要投资50亿美金，唯一的条件是全部都要使用绿电，而现在绿电发展最多的，而且最成功的就在台南。台湾科技发展迅速，除了硬体设备提升，也致力于培养台湾的科技人才。民视新闻林俊明台南报道。